笑不代表你想拥抱，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。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浸泡，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。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，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。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，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？我要对你多好，你要爱我多少，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，也难怪亲吻的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才有味道。心在跳，追逐。